好，我现在要出门了，这是我今天要背的包，包里边装了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一些补剂。我每次出门或者出差，包里面就会装各种各样的补剂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补剂的功效。 这个是叫五红汤，这个对女孩子特别特别好。五红汤就是有红枣、红皮花生、枸杞、红豆，这个里面有红菇，它把那个红糖用红菇替代了，这样的话，这个五红汤就是不含糖的，然后还适合抗糖的女生。但是红糖其实是功效很好的，愿意喝有糖的女生可以去买带红糖的五红糖，这个对女孩子特别好。 我每天都会喝，同样的对女孩子很好的还有这个香橙枸杞，这个是果蔬原浆，就是直接拿香橙和枸杞打成的原浆，没有任何添加剂。我也是每天会喝一包用来补气血。这两个是我去拍摄的时候，基本上每次只要有拍摄我都会喝的，叫做香水丸。这个是晚上睡觉之前喝的，这个是白天醒来喝的，用来消水肿用的。 我是也比较容易水肿的体质，它里面的成分好像就是薏仁，薏仁就是消水肿的。然后，飞机没事啊，没事啊，飞机。这个呢是一个黑芝麻糊，我在网上看了很多黑芝麻糊，就是又有分包装的，然后又无糖的，又很健康的，就比较少，我就选了这一个。肚子饿的时候泡一个喝特别管用，不会让你饿的心里很慌。 好了，就是这些了，没有什么好喝不好喝的，就是对身体好就必须得喝。要想好好调理身体，你就得每天好好吃饭，按时吃饭，按时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。加油，希望大家都能健康起来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 OOTD， 简单介绍了一下今天的配色，就是黑白为主色，然后加红色是为了提亮，然后是一个小裙子，大家觉得是很轻松活泼一点的风格。 小红书。